耶、yeah, uncle 鸟毛，你送我鸟毛，你在外面走走。没有，我是说你是在哪里走走。Where you stay？ 主播美丽动人，让人看着舒心惬意。那可以送我一个 ice cream 吗？我们把进来的人每人送我一个 ice cream， 我们的后台就会推流，就会推流。我们上榜的人数越多，推流就越多，好不好？马来西亚的女孩被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吗？我还真的不知道。I don't know, Miha. I don't know. So, where did you know that? From news? 谢谢读者，谢谢老中幼鸟了。对对对，你们想看我，想看我 swimming 的话，帮我点点我的鸟吧，帮我点点鸟鸟了。这鸟很好看的、啊，我觉得这个鸟很好看。Yes, from news. Oh, I don't know, Miha.是的呢，是的呢。Are you sure? You send ice cream. Thank you. Make me cool. Cool down. 好热，我明天不要在户外了，我已经晒黑了。你看我的皮肤好黑啊，在户外太黑了。欢迎樱桃小丸子，谢谢啊。羽毛，鸟的碎片，鸟的碎片也可以，鸟的碎片也可以。我都哭笑不得了，没有鸟，有个鸟的碎片。我戴的是珍珠，假的啦。鸟叔要休息，没关系啊，你在这里挂在这里休息吧，没关系。所以为你，所为你，喜欢你，我这个是假的啦。假珍珠，杨哥，你是卖珠宝的，你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不是？这很明显，真假应该是很明显的。Simon up level， 真的吗？你有吗？啊，恭喜你啊，恭喜 Simon， 恭喜大家。看起来像真的，高仿。可能是真的，可能是比较便宜的那种，因为我其实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，可能是比较便宜的珍珠啊，因为这条买的不贵的，可能是比较便宜的珍珠。回头见，哇，你这个写的好 local 啊，我得去开会了，回头见，很标准的中文。Fresh water pearl， I don't know， 你们都有研究吗？所以，杨哥，你是卖水晶对吗？还是卖什么？卖玉？我的英文名就叫玉，我的英文名叫 J， 就叫玉，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玉字，我名字里面有玉字，所以我才叫玉玉的。呀、yeah, ，他的中文很好，对啊，也太好了吧！欢迎 Angie， 对，我的名字里面有个玉字，就是那个 J， 就是那个 J， 翡翠。所以我的这个名字我才叫取谐音叫这个芋头的芋，其实我的名字是芋。你有卖芋石吗？芋镯子，你可以尝试托帕石。托帕石是什么样子？什么颜色的呢？噔噔噔 ，See me tonight 哦，你要去做工啊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可以帮忙我们直播间点点赞赞好吗？帮忙一起把赞赞点一点。鱼圆面是玉翡翠的那个玉，不是这个鱼、啊，我是翡翠的玉。OK Simon， 哦，浅蓝色，我喜欢蓝色。Thank you Uncle， 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来，大家可以把灯牌都点点，灯牌要点点。蛋白石也很美，你们讲的这些都太贵了，我们哪里买得起啊？你们讲的这些都蛮贵的东西。蛋白石，玉是很贵的，玉是很贵的，我是买不起玉的，但是我名字里面有玉。下午好，下午好 ，Jeremy， 谢谢大家可以把赞赞一起点一下哦，把赞赞点起来哦，宝贝们，谢谢你们。Pretty good luck in meeting。托帕也分等级的，伦敦蓝和宝石蓝最贵，大概多少钱呢？
Thank you, Jeremy. Can anybody send me a rose? 我需要一个 rose 或者一个 ice cream。我们把上榜人数都占一占榜，大家都占占榜。多少钱呀？帕托，还以为是帕托呢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对宝石没有什么研究。你可以发我看看吗？是多少钱呢？我买得起吗？我这种贫穷的女孩买得起吗？对我，那价钱对我这种贫穷女孩友好吗？谢谢，大家把赞赞点起来，赞赞点。Thank you。整个你看见的第一秒，让你爱人送你，哇，那比我自己买还难。不要自己买，让别人送我，那比我自己买还要困难。首先我要找一个爱人，这就很困难了。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比遇到鬼还难，那就太难了吧。我还是自己买吧。喜欢就有 value， 不喜欢多贵在心里都没有 value。 其实我不是很在意要穿金戴银买很贵的东西啊，我一般我身上的衣服这个就是几十块钱而已，这个也是几十块钱而已。我身上衣服和珠宝什么的都很便宜的，因为我觉得有那个有你自己的内在也很重要。如果你有内在的话，你穿什么都看得是很高档的。你的内在很，你没有内在的话，你穿再贵的，看上去也没有气质，也不高档。价钱为你定身而做的啊，然后买宝石加工。你觉得我要是买得起宝石，我还在这里直播 ，Uncle， 我买得起宝石，我去你直播间给你刷。你太看得起我了吗？哈，我还买宝石，紫水晶啊，水晶。那你那里有便宜的吗？相爱容易相处难啊，对，同意，相爱容易相处难。你衣服是和我的工资 ，Uncle， 我几十块钱是你的工资，我的几十块钱是你的工资，那我就睡桥底了，我就睡大马路了。如果你的工资都是几十块，那我就是睡大马路的。Sorry。